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同大家做一个科学实验，材料有水、水，仲有蜡烛、蜡烛杯。为咗大家嘅清楚，我哋用一啲色就呢个电火机。上个杯吸住佢，睇下，我熄咗啦，熄咗啦，啲水升咗，升高咗喺个杯度啊！喂，未得，点解会咁嘅？等我话俾你听头先个实验啦，火就要。氧气、燃料和热。头先我将个杯吸住咗啲火，咁用细啲氧气就冇氧气，咁就会熄啦。之后冇咗呢个，啲水就会填补翻个氧气，所以啲水就会升高啦。OK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现在我们做第二个实验，我们现在烧了，我们呢装了一些水，里面有些水的，我现在烧了。会不会爆的，会不会爆的，会不会爆的。嗱，你话冇爆嘅，系啊？点解嘅？你话点解？点解嘅？吹啊！好啦，而家解释啦。头先咪讲咗火三角嘅，系因为火要热。咁咧，我哋啲水呢度有啲热嘅，咁啲水系冻嘅，咁咪冇咗啲热咯，所以嗰啲火就烧唔到个气球啦，就唔会爆啦，就系咁 ，OK。